香港拔萃女书院交响乐团非常的荣幸，应特区政府武汉办事处的邀请，在10月13号到15号来武汉参与闪耀香港的文化活动。到时候我们首次会搭乘高铁从香港到武汉，跟武汉音乐学院的东方少年交响乐团进行交流和演出。我们100多位学生跟老师万分期待这次的活动，我们10月14号武汉见。